彩铅画点啥？有的同学是不是还在这样画蛋糕？今天教大家画个写实蛋糕，画个方框，划拉几根直线，加个草莓，完了之后就开始上色吧。蛋糕左侧颜色重，先用红棕色打底铺色，再画大红色，正面颜色比较亮，直接大红平铺，再多叠加几层提升蛋糕质感。中间的草莓颜色粉嫩，可以用粉色加大红，奶油部分加一些粉色和肉色画在暗面，附着在蛋糕上的奶油可以用橡皮擦出来，然后白色奶油花用到灰色和粉色画暗面，再加上些红色碎屑点缀画面，蛋糕气孔记得用红棕加上哦。最后画上投影，甜甜的蛋糕卷就完成啦，你学会了吗？